有点猛，你这现在章鱼哥，我跟你说，幼稚。被老师抱起来，这个太少了。今天的戏，秀秀老师的台词量是我两部《终极笔记》的台词量，就今天这一场戏。今天你就知道，今天我一句话不讲，直负责泡脚。给我准备一个大西瓜，我抱在这直接吃吧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吃一场。你这以后就不用筷子，直接用手。1、2、3，当！对，我还挺喜欢吊威亚的。导演为了争取时间，说你要不要吊？我说我要吊。1、2、3，当！1、2、3，放！拍武戏。来了。